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直有南海主权争议。菲律宾海巡队就指控讲，中国海警查过在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为了要阻碍菲律宾的补给船，就向船只发射水炮。针对着这款的情形，美国也谴责中国行为，认为因安尼施作已经威胁到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一直向翕画面的船射水炮，佮我翕画面的船距离真近咧行，最后直接挡伫个船头前，唔准船向前开。菲律宾海巡队七日公布这段影片，强烈谴责中国海警的行为，表示受到攻击的菲律宾补给船只是菲律宾武装部队租用的。来去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替驻守当地菲律宾部队补给粮食、水加燃料，煞受到中国海警发射高压水炮，是不适当甲违法的行动。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led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duardo M. Año, strongly condemns the aggressive, dangerous, and unlawful actions by the Chinese Coast Guard.菲律宾军方表示，在中国海警的阻挡之下，造成两架补给船，其中一架无法度落不住，所以无完成补给任务，认为中国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上避免小客的原则、加南海在管的国际法。因为每一当经过南海海峡的贸易经线达到五条美金，过去中国主张有规个南海的主权。虽然在2016年海峡国际法庭正式仲裁法院认为中国的主张是无效的，但中国却用裁决无法律的根据，依然常常用海警船对进入南海海峡的附近国家船只做实际强制驱离这威胁性行动。对于这个事件，美国国务院和加拿大、日本的驻菲律宾大使馆也用社群平台 X 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的行动。美国指出，这行为威胁南海的状况，也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中国海警局是在七日回应，讲这是照法律阻止菲律宾船只，要求菲律宾即时停止在南海侵害中国权力的活动。公司新闻台是董平英。